上的啦、哦、来阿特们介绍这一位呢，我们的六弟弟哈，来目前那个叫珊珊，哎，今天呢那来那是哦，越来越会打扮了嘞哦。哎，今麦呢，伫咱的舞台上面，当我是侪人，而乐是少人，对不？谢谢。有请呢，我们这位小姐哈、哦，如来如昂啊、哦。无啦无啦。哎，我系讲你想清新啦啦。伫咱的舞台上呢，就是安尼哦。哎，叫做多变，哎，多变哦，人人头家都会介意啊嘛。哎呀，伫咱的舞台上哦，我就是做咱安尼私底下嘛做用心的，无论是咱的造型，啊，搁来呢，我互你甲看麦，哎，迄个舞技，哎，啊，搁来迄个歌声，哎，咱。这个人呢，都有慢慢在进步当中的哈。尤其你啊，看麦吼，伊都皮肤安尼拿来拿去安尼吼，有啦。哎、欸，都没有人这样子跟你讲吗？有哈，应该是有啦。像咱这个小姐人啊，呢上个谦虚啊，呢啊，当然，我这个小姐人啊，呢就算讲哦，是你的副业啦。哎、欸，你冇咧做迄个正业啊，呢啊。哎、欸，我讲，即摆小姐人啊，大家都强诶，你敢知影？大家都好厉害哦。哎呀、欸啊，我讲，伫咱的舞台上唱歌，就算讲哦，一种兴趣。你看有兴趣，各位非常好听啊，呢哦，真的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知影哦，一般容易 KTV 唱歌，迄种爱去开钱诶。哎、欸，还得搁叫物件，吼、哦，叫饮料，哎、欸，还得来开包厢，对，还得唱我首声，还搁爱我们钱，对不？哎呀，你得爱跟我不能现金，你敢知？但是呢，伫咱的舞台上唔免，你来看嘛，伫咱的台顶搁穿，安尼怎啊水水？是，还搁来唱歌，人客搁真侪人咧甲你听，咧甲甲你拍拼好吧？是，阿妈呢？我唱我唱完毕，还搁现金头给你啊？安尼有欢喜无？好，袂歹个。来，有送无？有送个安尼哦。啊，但是我来讲，对咱这个行业安尼，上欢喜个就是啥物？你敢知？个袂让抽水。啊，你讲你今日搞懵啦，搞死来底裤安尼啦哦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小姐呢，在我们的舞台上哦，哎、欸，要拿出你的身份证。是。哎、欸，唱歌给咱大家面，咱两个朋友听。那你讲新歌得流行，对。老歌无感情，给咱大家面，咱所有咱两个朋友听到底。大家伫阿拢在来心舒舒心，阿家平安。大家伫阿拢在一个真好真好的好前程，安尼啦吼。当然啦，咱大家面咧，咱的好朋友咧，面相着阮的小姐人啊咧，会角度拢总无同款。来，为爱欣赏的迄个有吗？有吗？是迄个啥油水啊油水，你看那到底心情是某一类的？有人来介意这种的吼，迄个三条三条，哎，这个叫做三八。哎、欸，这是迄个老公吼，以迄个低达来讲的话，但拄我即阵咧讲的咧，迄个叫做三层的，哎、欸。即摆吼，人咧食物件拢食三层的较济啦，所以哎呐吼，即个三八都是迄个糟囡仔伫咧食，拢食到到侪较袂大颗安尼啦吼。但是好食，就是迄个三层的。是，你若不是你问迄个人事朋友，哎，看是爱看咧迄个有吧有吧，哎，啊是吼，像安尼吼三条三条啊，你一定吼讲吼，迄个有吧有吧看起较好食款安尼啦吼。但是呢，各有千秋啦，伫咱的舞台上呢，咱个小姐人啊就是爱水啦。哎、欸，阿水哦，伊个身材有无？大家拢安尼吼，哎、欸，伊个非常的苗条，哎、欸，伊个哎吼，伊看咱到底拢气质袂调啊，哎、欸、吼，你看咱到底拢特别流鼻水安尼啦，是流鼻水哦，这种天气流鼻水啦，所以呢，要向咱姐姐说，咱的好朋友，大家慢慢的欣赏下去哈。我们的咱的罗志，咱的罗志，咱的许大哥、许良清，咱的大哥，都告诉大家赞助，来咱一方跟咱抓住咱的建设的节目，来跟咱的会场呢，要来个组织。当然要向咱姐姐说，咱的好朋友哈，啊，大家无啥去也无法拉人上去哈。来，阿东呢，咱们今朝在咱的平台是安全哦。来，咱即摆呢，啊，顺风即几工啊，吼，寒流，对，天气伫咧变安尼吼，诶，温度呢，啊，迄个下探差不多15度安尼吼，诶，迄个就差不多15度啊吼。所以呢，咱就在做咱的好朋友吼，来出门呢，那咧欣赏到咱的平台的演出，来大家唔通忘记钱吼，迄个外头加减摸清摸一下安尼吼，因为即摆你要办就搁开始啊吼，诶，所以呢，为着咱就在做咱的好朋友，身体设想安尼吼，诶，那咧讲身体健康的新贵帮我来知阿知吼。所以像咱姐姐说，咱的好朋友，大家欣赏到咱的可乐安徽，来大家看到一定爱穿安尼吼，较袂去感到毛吼，那感到毛吼，阮来做干咩安尼吼？对。爱像咱这小姐人啊安尼吼，嘿，爱水物件流鼻水，但是阮这小姐人啊呢是特别趁钱啦。对啊。嘿啊，趁钱才会穿较少安尼啦吼。但是呢，伫咱的舞台上慢慢穿少些，穿少些时阵吼，你等下来脱掉，等到脱来感冒，嘿，迄个先帮我擦一下就好啊，对。让你的身体，迄个适应一下我们的温度，哎，安尼好不好？你等下脱掉时阵，太袂哦，用毛巾盖住安尼啦。哎，安尼你知无？知哦，来。
请我来邓来这边吸烟，谢谢。Thank you.